主料：空心菜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蚝油、味精、干辣椒、蒜、青椒一个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青椒切丝，蒜切丁，空心菜切段，干辣椒、蒜下油锅爆香，将油麦菜倒入锅中，放入蚝油、盐、味精，快速翻炒至空心菜出水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素炒加入蚝油味道更好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